好恶心呀、啊！来，这个好喝吗？你们这边这个？今天起来了，工作人员来帮我们换水了，把这个一池子的水全部放了，然后换新的。他这个这么一大池子的水20分钟就放完了，已经少了很多了。哇，真快啊，这个水放的。他是用什么，就这么小一个洞就可以放这么快吗？这个洞，他们工作人员要把这个水放了以后，然后把所有池子擦了以后，然后再重新接水。哦，用这个清洁剂把这个游泳池擦掉。这个游泳池对面有一架钢琴，来开始表演，开始表演。我们今天要去市区了，最近几天都是在这个亚龙湾、海棠湾这边，没有感受过三亚的大市区。我们今天往市区开过去。哇，这个车上太热了吧！他们这边全是这种小巷子。没有，连收费停车的位置都没有。好，我来给你开门。就找了一个这个什么，来下来。就找了一个这个路边唯一能停车的地方。我看到这家了，这家门头就看着很古老的样子，应该就挺好吃的。我们去吃一个蒸饺。哇，没有了。哦，好吧好吧，你看这我们都吃不了了，算了，走吧，吃不了喽。看来想吃这个蒸饺还要早一点呢。我们现在已经2点钟了，估计1点钟之前应该有，因为我看到里面有人正在吃蒸饺。哎，好可惜啊，算了，我看我明天还来不来这边。我明天要上，后天要上岛了，要去西岛了，咋办？这个海南鸡饭也想吃呀，然后前面有个炸串，我又想去吃那个炸串，挨着看一下吧。感觉走对了，走对了。现在2点钟，外面还坐着很多人。这个华姐炸串，去选这个吧，因为我想吃这边的那个炸土豆片，每次吃了就觉得很好吃。它土豆片和我们那边不一样，是用面粉裹着吃的。是直接拿个盆然后选吧？哦，都装盆里面。你看这么大个脸盆，然后我们来这儿，直接在这儿挑一下。哎，看漏了，那边还有一个什么，这个是什么，牛肝吗？我要试一下，这个没吃过的。要选吗？不是自己拿吗？啊，看这个是什么，牛杂。这个冻牛杂。哦，才看到这个是他们的价格，年糕什么空心菜3元1把，这个自己看。店里面只有4个位置，看，然后外面那儿摆了一个小桌子，他们说的是人多的时候要排40分钟。我们这个不是饭点来的，就不用排队，太好了。全是夫妇这样。好，谢谢。哦，我们可以蘸这个。小朋友不吃辣椒，我们这里面就没放辣椒。我先吃一个原味试一下。哇，我第一次吃到这种口感，就这个，它是豆腐，然后入口即化了都。你试一下。哦，好的，我先付给你，去付一下，你去付一下钱。这一盆，然后全部51块钱，我不知道啊，你先给嘛。我之前一直以为这个是那个我在其他地方吃那种，土豆片，然后炸的，结果它这个是炸的什么地瓜片，然后蘸这个炼乳。哇，拉丝了这个炼乳，看它里面炸成这样的，你看，有个洞。然后把这个酱裹进去。哇，听这个声音，好脆啊。这个就是年糕啊，我现在蘸辣椒吃一下了，多蘸一点这个辣椒面。哇，这个辣椒面好辣呀。刚才没吃到蒸饺，我现在吃那个炸饺，感觉炸饺也不错。它上面放的这个是什么香料？上面脆的，这个真的是香迷糊了。这种酱汁
有点像那个爆螺粉那样的，就是这种浓浓浮浮的酱汁。我们那边吃的烧烤好脆啊，你咬的这声音。我们那边吃的烧烤没有这种酱汁。它是带酸味的，可以帮你开胃的。看这个是啥，这个就刚才那个圈，就是牛肉上面那个圈。这咬不动，绵的。我来试一下这个，这个是年糕对吧？它这个鸡排好吃，鸡排炸得很酥脆。试一下这个，他把这个年糕外面一层也炸成那个一样的酥脆的，然后里面就是年糕的本身的样子。完蛋了，我们还说连着吃的，这才第一家，而且才点了50块钱的，就把我们干饱了。怎么办？我们都吃撑了，这家才吃了第一家而已，现在我要多运动，运动，运动，运动。我现在就靠这个过马路啊！我现在就靠我多走100米就可以多吃一点，多走100米就可以多吃一点。我走个500米不是就可以吃5份了吗？走，我们走500米，就这一片根本就吃不完。这个荔枝沟这个地方，你打开大众点评，在这个地方，然后点附近，全是好吃的感觉。OK， 我们先走过去。我再去里面看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古早的店，就看着那个招牌就很老的店，然后去吃。我看到巷子里面这儿有一家这种招牌很老的店，特色小吃和国方小吃店，去看一下。我吃不下主食了，可以买一点小吃吧。这个箱子里面好像也有，我看一下。我想买个小吃，刚吃了饭的，有什么小吃？这个吗？这个是什么？这个看着很好，这个是白馍。白馍，来一份吧，来一份这个。对，就要这个吧，其他感觉都吃不下了。你要咸的还是酸甜的？我要咸的吧。那你要大份小份？刚小份小份，好的，谢谢。咸的。来个这个，好的。试一下这个，这个米做的吗？对，大米做的。好的，全是吃的。对这都是粥。粥糖水。这个是糖水吗？这个是鸡屎藤糖水。哦。鸡屎藤。那我下次再买这个，感觉挺有特色的。好。OK， 好，谢谢。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米糕，它里面那个其实它那个刚才那个每个桶里面的感觉糖水应该很好吃的。哦，完了，这个，快去，这个碗是漏的。快去，老板给你拿套一个。碗是漏的，我们直接把吃完吧。老板给你套一个，快点。好吧，我们去换一个。刚才漏了，又重新弄了一个，这个是。大米做的，说的是米糕，试一下上面这个是什么？应该选甜的，它这个是咸的。上面那个是炸过的大蒜，好像。这个5块钱一份也太大了吧，这么大一份，我的天，吃不完。打杯乌饭。它这个就吃着看，糯糯唧唧的，就很糯。然后当地人喜欢吃这个，应该，我个人吃着就是不是特别好吃。看到这个卖这个当地水的这个了，这个叫什么什么水，你上面是茶一样的，然后下面是绿色的。我去看一下，果然都在这种小巷子里面。哦，这个就是斑斓凉虾，我要这个凉虾的这个水。然后他们这儿还有这个杂粮果，我看一下。哎，你吃不吃这个感觉好吃，这个一卷一卷的，马上做了然后才可以卖。那就拿下面那个杂粮颗吧，杂粮果吗？还是杂粮颗？杂粮果也没有好。哦，那现在还有什么？就只有这个吗？椰子冻，三色椰子冻。有没有？因为都吃过呀。有斑斓千层吗？有。哦，那就拿，我要一份斑斓千层。好的，谢谢。然后一个凉虾，这个椰丝卷应该很好吃的，现在还没做好，做好才有。那个椰丝卷是吧？等很久。椰丝卷。哦，那算了，那我就要刚才那个，可能是手工现做的，所以说等很久。你拿一个嘛，试一下嘛。哇，这个就是那个斑斓凉虾，你看里面全是冰块。
这样吃的多爽。这家店就在刚才我买那个和国坊小吃的这个巷子里面，然后进来就这家店。对，这个就是那个刚才他们弄的那个千层，一层一层的。要一盒的？我要一盒，对，要一份嘛，就是。看，一层一层的用这个做出来的。它基本上都没有现货，都是要等的。我们就买到这三个感觉好吃的现货。哎，帮我剪一下，帮我剪一下。看，这个是斑斓做的凉虾，和我们四川那个凉虾差不多，就是颜色不一样。然后要摇一下吧。来，我打开试一下，帮我扶着嘛，谢谢。我试一下。嗯。这么多颗豆。它有一股凉茶的味道，然后甜的，甜的凉茶，然后那个蝌蚪。那个蝌蚪的口感很好，它就是有点像那个面粉，但是然后这个斑斓的味道超级浓，是不是有一股绿色的味道。我吃那个斑斓馒头的时候味道还没有这么浓，然后喝这个的时候味道超级浓。来，这个好喝吗？你们这边这个小朋友过来看。嗯，这个一定要买。它这个和四川的凉虾的区别就是，四川那个凉虾就是入口就没有了，然后这个还要嚼一下，这个有点像那个面坨坨。我待会儿再来吃另外两个，我要先运动一下，要不然我吃不下了。我现在还要去看一下有什么卖的，这里面看吧，这个巷子里面全是这种，感觉这个黄柳杂串也好吃，看他们本地人在这买的。我还说等会儿吃的，结果用手一摸，这个青团居然是热的，应该是他们刚做出来的。这个青团很大，非常大一个青团，我要吃一下这个热青团，里面刚才看图片要爆浆的感觉。这是什么？这边是个小学，这边是也是个小学吗？我们往这边走，随便走吧。来，我要吃这个了，我借用一下他们的电瓶车，我来开这个青团了。这青团比我之前吃的确实要大一号，这个，从哪儿开呀？热的，热的，趁热吃。哇，哇塞，看里面，无敌了！这个一口满嘴的香，然后里面还有汁水，花生芝麻。好恶心呀！嗯。恶心吗？这个，这好吃，真的好吃，不说了。哇，这个青团，看，完了，我的手全部粘上去了。这个青团粘手的，确实好香啊！这个里面，我要去买下一家了。对面，然后这一条，这边应该全是好吃的。这很凉快了，今天是我来三亚最凉快的一天了。这个才下午，太阳。对，三点钟应该是太阳最大的时候，但是现在完全没太阳了，再下一个小雨，然后滴在手上非常清凉。我们还说去冲浪的，估计冲不了了，今天这个阴天。不过可以去海边玩一下。一品杂粮粥前面有一家，看他们这儿的房子，这一排一排的感觉挺舒服的。对，他们这个是两层的还是两层的啊？然后每一家这个院子，这边也是，这边的院子好像更大一点，这边的院子全是这个房子。这边你买一个这个红糖水吧，这个就是要选口味对吗？就是选口味，有这四哦，随便选嘛，随便那你帮我弄一个好吃的吧，我不知道你随便装，按你们，对，按你们的来装就行。 OK， 拿个小杯的就行了，因为小杯上，对，你装了就算了嘛，没事没事，主要是我们那边手上还有几杯，喝不了了，没事，这个就随便装的。有椰奶，有糖水，还有粉呀，这个就是粉嘛，地瓜粉。OK， 好的，有，我要糖水的吧，我就要糖水的，感觉，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斑斓叶。这个也是斑，这个就是斑斓。斑斓味的。我以为所有斑斓是绿色的。没有，这个是冬瓜叶，这个是斑斓叶，这个是一样的，就是斑斓味。OK， 我给你转钱。是这家的这个糖水，他给我
还有八种料全部加进去了，什么斑斓叶、地瓜粉都来了，居然里面有粉条，你敢想象吗？一个那个糖水里面有粉条，这儿看到吗？粉条，这个比刚才那个就是感觉层次应该就更丰富了。刚才我买那个里面就只有这个凉这个斑斓凉虾，这里面有八种。路边有一家这个巧旺福传统老八茶，这个也必须吃的。这个实在不行我就去海口吃，因为我之前吃过海口的两家老八茶，我都觉得非常好吃，就是很有特色，特别是它里面那个水啊。漏水了吗？哦，那我先喝这个吧，实在喝不下了呀。关键是这个奇奇怪怪的有粉条的饮料。这边的杯装椰子水才6块钱，鲜椰子才7块钱一个。这边果然好便宜啊，应该是这几年看到最便宜的吧。我们的车就停在前面，然后这个就是刚才那个想吃蒸饺的地方，正大酒家，他居然这么早就关门了，看来他们只卖中午早上，怪不得我来的时候就没有了，现在应该3点过1点。里面有八种小料的甜品，这个叫什么？哦，红糖水。你猜那个白色大块大块的是什么？你猜，有一个白色大块大块的，看这个。不是，粉条是长条的，这个白色大块的大块的，他跟我说这个才是斑斓，斑斓居然是白色的。好，我指里面就绿色。但绿色的也是斑斓，可能是斑斓叶和斑斓肉吧。那个水和刚才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红糖水，但是这个吸不起来，太浓了。咬一口。哇，一口。吸了不知道多少东西，我吸到粉条了，反正很奇怪，因为我没这样吃过粉条。然后这个就不是你能直接下肚的，你必须要嚼一下。噎到我了，不能说话。这个里面有这个大块的东西。我们到这个大东海这个地方来了，这边有3个停车场，前面2个都满了，然后停到第3个了，然后我们准备下去了，换完泳衣准备下去了，可以玩了。看一下这个有多大，这个地方，这一片都是大东海。我们之前是在这边，海龙、海棠湾，然后亚龙湾，然后这下面这一片大东海，然后这一片靠近机场这边是三亚湾。我们下来了，我发现那个冲浪的都在左边，要走10分钟800米。我们现在在最右边，完蛋了，我们要走过去，慢慢走过去，走到最左边去。这个就是大东海，我之前来过这个地方的。看一下，我们下去看一下。今天刚才下过雨的。我们现在沿着这个大东海的最右边往左边走，这一排都有这个沿海的这种商铺，可以在这点杯酒，然后看着这个大海，然后在这儿休息，还挺舒服的。今天这个海的颜色还可以，大东海这边。这个是哪个酒店呀？这个酒店有一个彩虹桥，从酒店出来，然后下这个电梯，就到对面这个大东海了。看这边的颜色好看了吧？我们都走到头了。刚才在市区里面居然很凉快，下雨，然后这边又是大太阳，这边非常热。这怎么现在中国怎么这么多老外了呀？超级多老外。现在太阳稍微小一点点的，我准备下去了，本来想冲浪的，但现在都5点钟了，然后这边还是没什么浪，浪太小了，昨天就是没有浪，冲得一点都不爽。看一下之后明天有没有浪，为什么最近三亚都没有浪呀？风平浪静的这个沙滩边上。看一下，这个是零滤镜的这个大东海，还行，看着比亚龙湾的比那个不是亚龙湾，三亚湾的海看着要清一点。最近的地方是透明的，然后中间一点是碧绿色的，带绿色的，然后远处是深蓝色的。我们还是决定冲一下浪，要不然就白来了。我拿一个这个板，我们还是决定冲浪，因为看到这会儿有一点点浪了，有一点小浪了，之前是风平浪静没有浪，然后这会儿5点过，他们7点钟就下班了，我们可以冲1个小时吧，1个小时多一点。
现在有一点点浪了，看看看这儿，看这个人，他这个位置有浪。待会儿变成全粉色就好看了啊！我好累啊，精疲力尽。刚才我冲浪的时候眼镜冲掉了，然后玩了半个小时，居然在水里面又捞出来了。现在来买两瓶水喝啊！好累啊！现在突然有一点浪了，这个浪可以自己发浪，然后自己加速，然后冲到岸边了，之前完全不行。现在有点好玩了，我喝点水我又去玩。我现在又出发了，补充完能量，喝完水，准备趁还有一点点浪，再冲一会儿。看，大概浪就这么小。如果浪大的话，可以直接从那个中间冲到这岸上来。现在不行，现在这浪太小了，必须要有人推。看，没人推的话都冲不了多远。我现在再来练一会儿。然后，如果明天浪大的话又来。他们说最近浪都不大，太可惜了。我来这个时机不对啊。我这次。待这么长时间，每天浪都不大，看，这个是有人推的，可以冲到岸边去，哎，可以。偶尔浪大一波，要等浪，这个要等这个浪。上，等一下，又没浪了，这个浪冲岸的时机真的要等。你冲到岸上去，争取冲远一点，这个浪太小了。来了，加速，跑，等一下，站起来 ，OK。哇，有一点点小浪，太惨了。我们冲浪，如果浪大的话太好玩了。你要加速，好，来了，快准备加速，现在就加，等一下，起。哇，这个就冲得远了，开，彤彤。看隔壁教练也在等浪，都在等浪。我们看一个教练划的等浪的，来了，浪来了。你看浪，看教练划的，来，我们让一下他们，让一下。哇，浪来了！哇哦，超过浪了，起，没有速度了。你们要玩的话早一点来，他们现在这边只能玩到7点过一点，然后安全员就来了，说晚上不能冲浪了。我们结束了今天，明天再战。浪太小了，冲不起来，只有娱乐一下，学一下基本动作，和昨天差不多的。看一下这边三亚全是老外，前面几个也是老外，他们还在给朋友打视频，给他们朋友看一下我们三亚中国的海有没有他们那边的海好看，然后把他们朋友都叫过来，所以说三亚老外越来越多了，都是人传人呀。本来我们还要在这附近吃东西的，但我们这个医生全是湿的，算了，不吃了，直接开回酒店吧。这边写的什么4个字？我们到哪儿了？东海龙宫里面可以进去的吗？我要去偷定海神针。这边全是吃饭的地方，但我们刚冲完浪，身上太脏了，现在想直接回酒店了，把身上全部洗掉。可惜了，这边吃饭的这么多。我们冲浪回来了，然后实在没力气了，今天晚上就在酒店吃吧。然后吃的都是他们这边的特色，我一个一个挨着尝一下。这个是什么？就是这边很出名的我的手机，那个香草鸭。然后这个是什么？蛤蜊蒸蛋。不是蛤蜊吧？然后这个是文昌鸡，之前吃的是煮的，这次吃的是这个。哦，不，这个不是文昌鸡，这个是海南鸡，好像是，里面全是鸡油，说的是把这个鸡油倒到饭里面，超级好吃。你用这个鸡油泡饭，然后这个是椰子鸡。哎，我的镜头都花了。这个是椰子鸡，看。我们这外面的灯还坏了，直接用手机照亮，在这吃一个烛光晚餐。
这个是今天中午买的那个千层斑斓，我试一下，闻着超级香。千层斑斓，看，一千层。好清香的感觉，这个很糯，超级 Q 弹，和吃那个树叶的清香一样的，这个好吃。中间应该是椰子，啥好的？它这个海南鸡要把这个椰海南油，海南鸡的油倒进去拌饭，哇，感觉这样就饭就香了。看这个饭一下就有灵魂了。你觉得这个好吃？哪个好吃？这个。那我就先吃这个吧。我改变主意了。这个是香草鸭，为什么叫香草鸭？这个叫香草做的鸭。确实好吃啊，真的好吃啊。它是辣的。然后这个鸭肉。吃着就是一点都不柴，半皮半肉。吃完饭了。对，可能它接近四川菜的原因，我们觉得好吃。香草鸭好吃，再来试一下海南鸡。我其实比较期待这个海南鸡的，有一点柴。这个海南鸡是部位不好吗？没怎么入味感觉。我再来吃一下这个，这个文昌鸡做的椰子鸡，椰子鸡好吃啊。哦，对，是不是海南鸡要蘸这个呀？我是说怎么味道有点淡，海南鸡啊。我待会儿试一下这个鸡蘸这个调料应该就好吃了，它是原味很淡。